是由丽珍老师来为我们指导表演，继续欣赏。勇敢小飞翔。
非常感谢。来，刚才这些那个了，高龄班我们的喇嘛喇姐，还有丽珍老师一起跟总干事拍照留念。来，大家瞧，靠我来哦。哈哈哈！看头发姐好，非常精彩。是的，一连串表演的节目了。